香港，我的城市，我的家乡。香港，我在这里出世，在这里成长，亦在这里工作。这个地方我都很熟悉，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灵魂，一种精神，一段故事。1997年，那年我8岁，会展中心的上空好像烟火一样咁璀璨。我爱这里的日新月异，50多年来，这里是我们共同建设的家。我喜欢旅行，遨游出海，喜欢探寻新的世界，领略不同的文化。启德邮轮码头带来的节奏陪伴着我的生活，每一分钟，每一点改变都历历在目。这个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庞大工程。带来严峻的考验，有时我会想到来到这里的人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家庭和游客。有时我会怀疑，究竟边个缔造呢一个城市？系边个令到呢一度熙来攘往、生生不息？我喺呢一度经历咗好多，完成咗一个又一个嘅非凡项目。城市的发展不断更新，城市就是这样延展、进化，张开上次翱翔。好多的事在这里发生，充满活力。专门感受不同的节奏相互交流，希望一切都不会停下来。
永远延续下去。仲有咁多想象空间，去构想，去经历，去建设。